这回太猛，已经被你堵住了。哎呀，这是找不到了，别再修他的车了！是。哈哈哈！二马的狂妖鬼学长，兄弟们，你来救我们了，给我打！ 哎呀，方憨从一个袍哥混到了八十八军军长，这次出川抗日，老蒋也给我配备了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兵团啊！老子什么身？是。马队长，有。开炮！是。 报告军长，前方一点钟方向发现日军飞机。什么？哎呀，你大点声，信号不好。前方一点钟方向发现日军飞机。收到。狗日的小日本，我让你有来无回。 滚蛋了！跳伞！快跳伞！快跳伞！跳伞！跳伞！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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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飞机，路那边的，让我给打下来了。啊，路那边，闹得暗了。大哥，你是不是做梦呢？咱们就是老蒋不给粮，不给饷的杂牌部队，哪来的飞机呀？做梦了，做梦了。哎呀，哎呀，你说咱们出川抗日啊，来到浙江2个多月了，一个小鬼子没碰上，我只能在梦里跟小鬼子干了。 哎，谁刚才我都梦见啥了？梦什么了？啊！我刚才梦见了，咱们这部队装备太精良了，有机枪营，机枪，坦克团，还有飞行大队。哟，军座，你在梦里梦见我没有啊？让我想想啊，梦见了，梦特别清楚。当时我二黑在这撅着啊，屁股上中了一枪。<笑> 大哥，你是梦错了吧？是不是他脸上挨了一枪啊？一个是屁股。哎，再有一个，大哥，他以前跟白旗在一块没少祸害你，你要是在梦里梦见他，你做的是不是噩梦啊？啊！别笑了，我过去跟我姐夫，叫他挺亲的，就是我的意思是，我是受迫害于白旗的淫威之下。
但是君座并没有杀我嘛，我认为君座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别别别，再生父母那不就成你爹和娘了吗？这我可不敢当啊！哎呀，刚才呀，这梦里的这通打呀，有点饿了，这吃饭去吧啊！哎，大哥，哎，你们吃去吧。 不吃了，甜不甜？咸不咸的，吃不下去。那吃饭你们就这么痛苦呢？没辣椒，我们吃什么饭呀？吃饭，花旦，你那是不是还有辣椒？有过，不是，前天你不都全拿去了吗？你还不让我告诉对方？真的，大哥你。 You say it,
弟兄们，我们八十八军是川军。 身为军长，我深深的理解你们这种无交不欢、没有辣椒吃不下饭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决定顺应军心，发起辣椒行动，进村找辣椒。好的，这个好。一会儿咱们要穿便装进村，不能骚扰老百姓。八十八军绝不能给川军丢脸。是，这个马通、华仔。 钱蛤蟆我们四个人一个队，文秀、腕黑、张兴竹、滚地龙，你们四个人一个队，咱们进村找辣椒。小孔，我觉得呀，你老人家每天日理万机，知识甚小，何必轻妄？你的意思不让我进村？大哥，这小事我们继续行了。哦，你们进到村子里，搞到辣椒，你们吃安逸了，老子啷个办？ 少佐，箱子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八嘎，人呢？报告少佐，抢走辣椒计划的人已经躲进了前面的村子里。辣椒计划是皇军拿下这次任务的关键所在，现在竟然被中国人给夺走了，我们一定要夺回来。如果夺不回来，我们就屠村啊！ 看见没？那有个姑娘洗衣服呢。这次咱们第一次换便装，见到老百姓，一定要那叫什么来着？那叫亲民。亲谁？什么亲谁？亲民，就是见到老百姓你得有亲切那种感觉。你光当有什么用啊？你看你那脸。 啊，谁欠你八百吊子？得学会微笑，嗯，微笑会不会？微笑，你看，你看，你看，啊，癞蛤蟆，癞蛤蟆就会。你，微笑，嘴角往上扬。哎，舌头顶住山牙膛。笑一个。哎呀，哎呀。 你眼睛亮着，快点看！你笨啊！记住，亲民，微笑啊，微笑啊！走，姑娘，洗衣服呢？ 你们是谁？是干嘛的？姑娘，我们是来找那个小辣椒。什么辣椒？我们这儿没辣椒。不是，姑娘，你误会了，其实我们呀是来找辣椒的。哎，我警告你啊！哎，你别惹我，我这离我们村可近了，我要有什么事我就喊他们都能听见。别，姑娘。 姑娘，姑娘，你听我跟你说啊！哎，姑娘，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姑娘，哎，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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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善恶拿车。哎，那词儿叫什么来？大哥，亲民啊，对，亲民。我大哥让我们亲你们，你们不让我们亲，给脸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你干什么呀？不是姑娘，你怎么这样？这记住我们长得丑，你们是什么人啊？救命啊！住手！他娘的！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竟敢调戏良家少爷，也太不拿我黄兴平当回事儿！这是我李慧牙子。哦，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呀？刚刚我在村东头看到一对伪军从他们村过来了。哎，听刚刚那个大妈说，这就应该是村长家。有人在吗？哦，来了，谁呀？老乡，我们想打听一下，这是村长家吗？我就是。您就是村长啊？对。哎，我们几个想打听打听，咱们李家村哪能找着辣椒啊？辣椒啊？我们这儿没辣椒。哎，我说你这老头啊，老子要辣椒又不是不给你钱。亲民。村长，是这样，我们有钱，我们拿钱买。哎，钱给人家。辣椒啊，好说好说，来，里边说。来来来，来来，请进吧，请进吧，来，请进，来。来，大家别客气啊，来坐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坐啊。看来兄弟们也走了很多的路。肯定也饿了，这样啊，你们稍等片刻，我们呢出去张罗点好酒好菜，然后给弟兄们解解乏。那就太谢谢二位了。哎，不过村长你放心啊，这饭我们不白吃。嗨，客气客气。哎，走。来，喝杯茶。王二爷，就你屁股沉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拿到辣椒，咱们就立大功了。是啊，咱先填饱肚子再说吧。你别喝，自己倒。哎，你是不是那个黄协军？你叫什么？你黄协军营长，做好专注。对对对对对，我跟您说啊，我有个表哥就在你们黄协军当团长，前些日子我们在一块喝酒。就跟我聊起这个，说你赵营长啊，为人厚道、忠实、会办事。营长是河秃子吗？有头发，李大白话。哎，对对对对，我表哥外号叫李大白话。口误口误口误，原来您是李团长家的亲戚。是是，幸会幸会。哎，敢问你们这是？我是。潘龙寨寨主啊，经常为李团长办点私事啊，你懂的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嗯，李团长好这口儿你了解的。救命啊！啊，救命啊！喊也没用。官人呐，你现在想的是我用脚趾头都能算出来。但是江湖嘛，有江湖的规矩啊。嗨，不过是一个小娘们儿，谁先谁后无所谓啊。关键的是不要坏了咱们兄弟间的感情。对对对，只是等你回去以后，可千万不要忘了在李团长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哟。好说好说，一句话的事。你们这些坏人，早
大哥。干什么？不错，这个啊，嗯，有点味儿。还不快动手！哎，别动！别动！哎哎，干什么你们？告诉他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别动！我。是啊，哎，放下！姑娘，没吓着你吧？对不起啊，刚才为了脱身。没事。可你们到底都是干什么的呀？什么汉奸？我亲眼看到的，那帮人身上藏着枪，而且一伙伪军呢，准备从村东头要进来，肯定和他们是一伙的。没错。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若是伪军，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他，要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是啊，村长，这件事儿就听你一句话了。他们身上啊都有家伙，硬拼绝对不行。刚才呢，我答应他们给他们安排酒菜。过一会儿呢，我把毒药放在酒里边，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处理家村。我是国民革命军88军军长方少奎。我们是川军，来到你们浙东抗日。弟兄们呢，出的时间太长了，总是吃不到辣椒，所以我们今天穿便装到你们村里找辣椒。你们都是军人啊！哎呦，哎呦，刚刚是我误会了，军人，军人，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军人好。哎呀，你放心，他还是军人呢，但是他是黄铁军给小鬼子卖命，说吧。是谁派你们来？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嗯，啊，我说，是日军铃木中队长派我来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嗯？不，一共有几十个人。过来干什么？找辣椒。嗯？找辣椒？难道那个小鬼子也会算命，算出来我们到这里来找辣椒？难道小鬼子也跟咱们一样？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你别看我给日本鬼子当黄协军，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就知道辣椒很重要。如果找不到，铃木说就屠村。嗯？屠村？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村的男女老少啊！我们穷乡僻壤的，也没有什么好菜啊，粗茶淡饭随便用。没有朝天椒吗？有的吃就不错了，要是有碗酒就怕死了。有，早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倒酒。哎哎呀，村长，你想太周到了。这个大家今天很辛苦啊，来，我敬大家一杯，来喝。谢谢村长。村长，村长，不好了，有一队鬼子进村了，就朝我们这边走。怎么一惊一乍的？想必你们和皇军是一伙的吧？村长，你误会了，我们跟鬼子可不是一伙的。我去开门。躲起来。去里屋，快点！等我一会儿。你谁呀？把他放开！大哥，疯了！你没听他说吗？人家有几十个人呢。必须要去，因为我们是军人。命令你的手下，你衣服都脱了，快点，把衣服脱了，脱，快脱！
你疯了？你才疯了呢！你打我干啥呀？是我打的你吗？是他拿我打的你。那我是不是也能拿你打他呀？你打我干啥？打他呀！打！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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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君。你想怎么的呀？太君，太君，太君，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他打我打你，他能拿动你？你是不是故意的？别！不是。哎，太君，哎，太君，太君，哎，太君，太君，你们人的两个，玩的五个，五，为什么？这村长他们五个，有戏，哎，有戏有戏，你们五个。看住我们五个吃着吃吃吃快快快快快来来来给太君倒酒啊倒满倒满倒满给太君倒满想毒死那些找辣椒的人，是你们送上门的。辣椒，找辣椒的人在哪里？全村统统集合，死了死了的，快去！死了死了的。别动，子爷，大哥。你们怎么穿成这样了？哎呀，啥也别说了，一言难尽呐。要不是平儿姑娘，我们就落在敌人手里了。哎，我问你，村里来日本人了吗？有一伙鬼子跑到村长家里。我家？那我爹呢？什么？村长是你爹呀？他现在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躲进房间了。我？人家一伙，我们就四个。不止。柜子里边还有一个戴着黑帽子的啊！哎呀，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我妈和他打了一架，然后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跑出来。那你们跑了，我爹怎么办呀？总之现在村长行动危急，我们得搬救兵，马上回去救村长。这样吧，讲了吗？喊军师叫什么不重要，赶紧回去搬救兵，我们进村争取拖住鬼子。你干啥呢你？我要算一下那个时辰回去搬救兵，他搬不搬得来噻？这都什么时候？你算什么算？赶紧回去搬救兵吧！我的祖宗！好要得！大哥，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几条烂枪，怎么拖住鬼子呀？咱们？咱们啊？哎，咱们就用他啊！还有他，说你呢！大家好。干什么呢？老师，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找那交的人在哪里？再不说，我就毙了你！敢跟老子耍滑头，老子一枪崩了你！钟队长，我在村子里边发现了这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快点过去！爹，找辣椒的人在哪里？辣椒？你们也找辣椒？快说！别的问，皇军问你话呢。钟队长，就是他们在找辣椒。再不说，我就叫你掉脑袋！太君，太君，不用你动手，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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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说不说？说说不说？再说一遍，说不说？说说说说说说，太君他说了，说说，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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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在我口袋里。你们不打不着，你们把打的叫花，计划藏在辣椒里。八个辣椒在哪里？钟队长。在百姓面前逞英雄，不如把百姓压下去，单独审讯。啊，对，钟队长，您那么聪明，肯定能领会到。你们两个留下，李大人，押走。哎呦，走，走，快点啊！走，走，走，快点，说，那就行。在哪里？不说我就打死他！他们是昏君，给我打！快走！追！给我追！追！追！
没事吧，大哥？你行不行？爬也爬到。看那大胡子那德行！大海，你上哪儿了？哎，胳膊，哎！哎呀，受那点伤真能装，你要好好想想办法。我只会带兵打仗，我想什么办法？哎呀，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防营，新竹啊，就是我们的阵地。乌日黑。那就是进攻的敌人。你马团长就是挡在乌尔黑面前的碉堡。碉堡？嗯。这样跟你说啊，我们那个队伍里面，洪德远和华仔，他一句话蹦不出个屁来，滚地龙那根本就不考虑他了。最多那个文秀，文秀啊，打仗算是生猛，但是你晓得。那好多是空的，空的就是空的哦。算过去算过来，脑壳灵光，那只有我们两个了噻。那你上吗？我不行噻，我年纪大了。但是你马团长不一样哦，不光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啊啊，而且脑壳灵光，还会打仗。最主要的是前途远大。你不气？不气啊？要说你这个人呢，就好说实话啊，这话也就当我面说说得了，别跟别人说，容易伤人啊。